开港一周，开始长藻啦。后面的草长得还可以吧，已经都起来了，给它下点虾。起火都是母的，因为公的不红。看看吃几天，看看效果，不行再往里加。藻吃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效率挺高的。用这个火虾做黑壳用也是可以的，虽然成本高点吧，但是好看的。死了一只，还可以喂海水鱼。发生了一件悲剧的事，一下碰到二氧化碳阀门了。哎呀，里面和氧气一样加的量太多了，死了。不知道啊，还动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缓上来。现在紧急抱氧，希望能活几个算几个吧。不行，过几天再往里加。悲剧了，打氧差不多两个小时了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还有一个小的，其他的应该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哎呀，全都挂了，后面应该还有。以失足成千古恨，过段时间再添点别的吧，只能往里加了，没辙。